各位观众，我们今天呢要来开箱这台台福的童谣序曲哦，是本期的勋章车呢，是9月22号到10月19号，没错，它已经快过期了，我才来开。那特性呢是这个 WCW 喷可以达到 CW 喷的极限速度，然后每十次使用小喷的时候呢，5秒内的基础最高速加6，氮气动力加7%，这个其实算是蛮稳定触发的特性了。然后 WCW 的这个效果呢，在某些地图的特化跑法也是可以用。然后勋章车的话，我觉得主要是便宜能开，然后拿材料。好，这车呢建议改一个右左左左，就不念了哦，毕竟已经练了4年了。接着呢，来测试一下这台车的速度。好，我看一下它速度怎么样。它的基础双喷呢是 247.3， 然后 WCW 呢是 310.3。CWW 呢是 310.3， 然后 WCWW 呢是317、哦、所以整体的速度呢算就是 CWW 算中规中矩，但 WCW 可以触发最大速度，我觉得这个算很不错。然后小喷的话叠10个还会增加速度，就整体的速度是快的、哦、算是快的。然后小喷时间0.68、哦、我猜0.68左右。 CW 也快，哎，对、哦、CW 也会快。好，那 WCW 适合跑什么图？鹅堡，不要跑鹅堡，知道这个车适合跑什么图了，我们就来跑一场死一城。WCW 有 CWW 速度，蓝色延续，然后触发特性，这个特性其实挺长的，转向还行。我感觉它动力没有很小，就还算不错，然后也不会到真的转不动。可是因为它没有到非常非常快，啊，哦，这样没续到、哦，那好像小分才0.67耶，这里 WCW， 对不对？我这样爆一颗。怪怪的这跑法。完美弹射，他这个是感觉得到他不错的那种，就是明显感受到，因为我这个宠物没有加动力嘛，我这宠物就只有加速度而已。啊，好，我触发了第二个特性。这个卡器失误很适合我，哎，就是双杀放弹没放到的话很适合我，哎，它可以有那个 CW 的速度有303，我这里还是挺不错的。哦，54，对啊，那个特性还有加动力啊，所以整体的动力提升其实挺有感的。来了，连三第一可能吗？各位，我们用这个童谣，你摇一下，看一下会不会把蓝蓝棒的钱摇掉。气儿岛给按掉吧，这气儿岛看到就想吐。气儿岛，拜托，尽怀旧吧，练练千阳。哦，练练千阳，有 WCW 的地方吗？有些地方它可以强行用 WCW， 然后把氮气的释放距离往后拖一点，就让整个延续比较好做。这期的勋章宠是不是可以看作弱一点的神？我没有看这期的勋章宠是加啥？那是猫吗？下次说那是猫吗？
啊！这里 WCW 吧，这样子我们这里可以比较好的双喷延续。啊！完了，好丑，好丑！卡西，啊，没有，没有，哈哈哈！完蛋了，丑到妈妈不认得我。哎，他怎么 bug 了？刚才不是我失误哦。虽然我这场操作很丑，但是刚才不是我失误。侧身 bug 了，小尴尬。最近是不是对实况跟发片都疲劳没热情？不是最近，哈哈哈，请你把最近拿掉。没有啊，就算休息吧，因为我五月的时候手开刀，然后再加上其实整体的疲劳感压下来，我觉得就不想要，我不想要不开心的做影片或是实况。再来是我其实实况跟做影片那么久，然后经营实况其实也是有存一些钱，所以就不要让自己的负担那么重。虽然流量什么的可能会因为不发片或者是游戏或者是我过气，然后流量可能掉很多，但其实我觉得就一阵一阵的吧，而且一开始的时候本来就会知道，因为我玩的游戏本来就比较吃重游戏的热度嘛。啊，居然没有出双喷。原来是冰魄是不是？哦，老哥，你弹射没出哦。哦 ，finish。反正这段时间就当作休息吧。手有其实有蛮大的影响，手的话影响还是蛮大的。像我前阵子开完刀的大概两个月吧，玩极速领域的时候，我甚至都还是会觉得手的负担太重，就它的操作要求很高。玩那么多赛车游戏，还是觉得极速做得不错吗？极速肯定做得不错哦，不然你们怎么还会在这里看？这游戏就是它有它最辉煌留下的那些感动啊，然后再来是这个游戏本身，我觉得观赏性还是相当不错。我之前就有讲。讲啊，就是不止啦，不只是手的部分，我不可能把当然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怪在什么手开刀啊，然后就是需要复原啊，所以才比较少开台。没有，就是都综合累积加起来的。我再忘记这速度跑了。啊，我讲真的，现在玩起来的赛车游戏啊，极速领域最吃，就是最吃手部的操作。它这个游戏的设计就是有点太吃那个最，太吃那个快速出弯。Ciao.
哦，这个 WCW 很香。并且，哦，1分30，然后它又三指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游戏真的真的啦，我真的觉得比起其他的赛车游戏，目前而言，它手部的劳损或是姿势什么的，都是比较容易疲劳的。但是呢，先恭喜蓝蓝帮获胜，就说阿草一定行，你还是两指，两指就会有问题啊，两指你就不能双杀弹射啊，你还是得尾两指啊。反正我觉得我最多最多就是半退休的状态了，我不会觉得就是如果我退休了可能就不会再实况了，或是不会再发影片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现在已经不开了。不是哦，因为我就喜欢玩游戏啊，可是我还是需要一点，我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找回对游戏的那个感觉。但有可能是因为我现在还存的不够多。蓝色，啊，怎么又有那个？怎么有 AE 战士又有小爱？我差点死掉，还好。他们在后面打架是不是？哇，这个车气没满。完了，好危险！哇塞，他是机甲！我只能跟你们说，车的颜色早已说明了一切。可恶啊，刚那个星星火车站后面自己失误了。车小喷时间不够长，一定要那么早按小喷。不然过不去。哇塞，啊，这是怎样？我刚玩一场，他直接这个对手直接程度直接差距超大。啊啊啊啊啊啊！续两个，蓝色，这里重开一颗吧，换那个延续好麻烦。一二三，哇！等，脑袋打结了，双弹。小黑会满吧？真？被你写，给力！整体来说，我觉得是不错的车啊，开120勋章的可以考虑玩一下。如果你目前都还没有车子的话，这个车我觉得不错，不错开，没卖。宠物我看一下，你说的宠物是哪一只啊？魔法新猫，这是这一个勋章的宠物，每两次腾空会获得4秒内20%集气，而且血氮气最高速加。哎，其实不错哎，我气加了很多哎，而且它是还没有升级的吧？那升级是加多少的气跟最大速度啊？我升一下看一下，升
那22的话是 0.8， 还可以再加 2.4， 2.4 加 0.8， 那有加 3.2 的氮气最大速度，欸， 3.2 的氮气最大速度再加 20% 的机器，等于是每秒 5%， 每秒 5% 其实很多，欸，不错吧，它有点逆天音的稳定版。